钱吗？你来快递点拿快递，给宝宝买的车到了。嗯，哎，车接就可以开。哎呀，那个好苦吧？捡那个钱，哎呀。终于研究了半天，终于把它打开了，看一下。可以捆，你可以拉一下就可以了，你先把个笼起来了。这个都不用安装，直接就可以了。哎，你看那宝宝。让宝宝试一下新车。这手机放里的，放里的底片无电视笔。这手放里的里边，不要放桥子。反正随便弄。嗯，可以了。嗯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嘿嘿，这个车子。走了，他们走了。在商场里面就开始换衣服了啊，宝宝，以后你长大了，你会不会觉得害羞？我在后面推宝宝，妈妈跟婶婶在前面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果。宝宝睡着了。睡得好香。那今天的首要任务是去把车拿回来了，因为现在宝宝要出去玩一下都没有车，就给他这个车还挺好的，一键开，一键收。好，完了，我不会开了。啊，哎，待会儿再把你慢休息，哎，得搜一下能来，就包包有，一搜一下能来，刷到袋子上，你方便哦。嗯。不带怕的给我没了解，我这我怎么弄得起来的？掉一下带一点，沉一下带一点，沉一下带一点，掉一下带一点。好，我这俺就香港呗，就只有这个俺，你给我压一个安全个的。嗯。哎，今天下午这个车，不然。哎呀，要是抱着太热了，就算在商场里面有空调也是特别的热，所以有这个车挺好的。这个是一键收车，我今天感受了它的一键收车还挺好的。给你看啊，哎，一键收车，提着就走。亲，来吧亲，我买个最亲你。看你这个给我翻这么多道车子的，是不是？是。宝宝的第一辆车哟。有一点点小贵，我觉得，虽然，对于别人说不贵啊，这个花了700多块钱，但是我觉得有点小贵。但是，因为他新生儿嘛，我又不想买那种高景观的，我觉得那种推不了多久。这个可以0到3岁嘛，用的久一点，我觉得700多块钱用三年应该也还划算啊。所以说我就买了。小起来就可以多刀。对啊，这个可以啊，等你有一个手的啊。有个手的手上去就可以了。再起来，你就可以坐到，等你就长到高一点。等你可以坐到，可以坐，可以躺，可以半躺，就可以这样子。不坐起的，嗯，就一个坐着的。嗯。坐到长就等你的，也不坐起的。对呀、啊，宝宝现在还不能坐，现在只能躺着。嗯，可以。可以。好的，可以。还有一个遮阳帘，可以，要点。宝宝今天已经试坐了，还可以。